双脚打开，与肩同宽或者比肩稍宽一点点，脚尖向前，上身挺直靠墙，屈髋屈膝，下蹲至40到60度角即可。靠墙静蹲可以增加下肢的肌肉力量和耐力，通过力量可以增加膝盖的稳定，还可以促进循环，缓解我们的膝盖疼痛。
好，那么今天的挑战就到这里，你有全程跟下来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多加练习，总有一天你也是能做到的。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，请别忘了给我一个赞，然后还有关注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